感谢主，非常欢喜快乐。今天有好多从海外回来的远方的亲人啊，正是能够三聚一堂。那么我们呢，每一个月只有一次这样的集中。那真正集中在这里基础造就只有八次。那感谢主，我们已经到了第85篇。我们呢在成全系列，基督徒在主恢复里。盼望在八方面都要得着成全。第一就是要有意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有意向就有目标，就不会空跑徒劳。第二，每一个意向一幅一幅的图画都需要真理的解开，都需要主话把它解释，全本圣经来解那个意向，这就是关于真理的成全。从福音真理、初信真理、生命真理、召会真理，到国度真理、高峰真理，哇，全备的真理需要被我们装备，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但是真理不能只是留在知识的层面，否则就变成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更不能成为字句只是叫人死，乃是真理必须是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第三个成全就是要在灵在生命上被成全。我们不只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我们生命的种子不只种在我们里面，还要培养让它长大达到成熟。那么接着到了上一次，我们就来到了更重大的成全。我们呢，从真理进到生命，其中有秘诀中的秘诀，有关键中的关键。今天成为经历神一切丰富的万能钥匙，关键钥匙是什么呢？乃是认识神是灵，认识我有灵，认识我们要运用灵，还要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然后做一个天天让灵充满，而且一开口灵就能出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祝福。这就是尼丢说的，人的破碎为着灵的出来。人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好的道理、好的话语，人所需要的乃是话语背后的灵。主的灵遇见人，人就得生命，得着供应。所以上一次我们就特别提起呀，灵的开头，说到灵的成全里认识一件事，哇，神与人一切的关系全都在于灵。所以介绍了两首我们诗歌中非常有名关于灵的开启的诗歌。第一首就是第一首诗歌介绍就是大本诗歌的第八首啊，敬拜父要唱的，上一次唱过啊，就是啊，父啊，你是万灵之灵啊，你要知道这位神啊是做我们万人之灵的神。你要记得，当你用灵，马上神对你是活的啊，是啊灵的。当你啊不用灵，用肉体，神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神所有的能力就不能过电到我们身上，加力给我们了。所以这里秘诀中的秘诀就是要领会，要知道我们经历神一切的秘诀全都在于灵。那你说灵生灵，灵拜灵啊，以至于灵啊这个充满我啊，这里说到我们必须在灵里重生等等，第八首是要值得认识的。然后到了第450首，就说到神与人一切正常的故事，全都在于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过正常基督徒生活吗？要正常教会生活吗？最大秘诀就是认识灵，就是操练灵。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成灵的成全的第二篇。这第二篇讲什么呢？哇，来认识啊，宇宙中。你要知道灵有三方面，一面就是神是灵，而且是灵的神是经过过程成为追测不尽包罗万有的灵。
这是将来我们要深深领会的。我们啊，吸呼吸主名，我们啊，得着主灵的供应。你要知道，这个灵是啊，包含着各种的营养，各种的丰富。有这个领会，你每一次的呼求都会带来丰富的供应。所以主说，他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这个是还要再往前深入的。但是呢，那个开关，那个秘诀，那个钥匙，乃在于你我里面有灵。很特别，圣经里一再的说到我们的灵，一再说到我们的灵。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在许多基督徒的教师当中啊，也就是为主说话的人当中，很多人注意到神是灵，注意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很少人强调注意人有灵。特别好像啊，仇敌知道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所以把这个东西就给你隐藏了，叫你呀、啊、不得其门而入，或找到门啊，找不到钥匙，所以打不开啊，门进不了其中的丰富。所以很多人当基督徒啊，就当得很累，因为啊，他没有找到啊，原来没有灵就不灵，没有灵就失灵，没有灵就等于灵了，所以走走走就疲乏困倦了。弟兄姊妹，但愿借着这一次这个成全，让我们印象深刻，让我们、啊、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注意到我有灵，我的灵啊，应当行其。而且旧约新约啊，一再讲到我们人的灵，我们要注意让我们的灵行其。当我们运用灵的时候，就能碰触是灵的神。但是在这个点上，好像仇敌就一再要把你隐藏。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恢复啊，就是要关键的恢复啊。不要羡慕人他在那里啊有什么好的恩赐口才，真正的恩赐是灵的出来。所以尼迪翁有一个关键的书，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篇的成全呢、啊、那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而且我们人的灵，我今天还没有全部列出来哦。旧约新约啊，可以说铺天盖地的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灵，而且我们应该天天注意我们的灵。今天到学校去，注意你的魂，对不对呢？注意你啊，在魂的操练。你到运动场去，注意你的身体。但是只有到正确的教会生活，操练我们的灵，哎，灵成为我们全人领导的器官。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纲要。题目是什么？灵的成全，经历神的钥匙，我们人的灵。我们呢、啊、要经历这位三一神追测不尽的丰富，乃是认识我们人的灵。第一大点是上一次的主题，但这里呀、啊、稍微追加一点东西。第一大点说什么？神之于人一切的故事，全都在于灵。神跟人一切的关系和故事奥秘，都在于操练我们的灵。啊，有时候我们疲惫，有时候我们身体来不及，但是很奇妙，当你一运用灵的时候啊，所有的疲惫都过去了。我已过做过见证，对不对呢？最近呢、啊，常常经历，特别啊，哎，这个经历这个密集的，我没想到，以为70岁了可以啊，慢慢 slow down 慢活啊，哪里知道竟然呢、啊，像我们红绿灯的小绿人一样啊，70岁反而要快跑啊，剩下几秒钟了，所以就快跑起来了啊。最近呢、啊，紧锣密鼓啊，哎呀，真的是不得了。上一次我说了，就我70岁生日那一天，就飞到某一个地方去。结果呢，哇，经过折腾，该是6:30到，就7:30落在另外一个城。所以弟兄们就开车4.5小时接我，那再开车4.5小时回去，半夜3点到，然后半夜3点接我，8点到，9点开始聚会，9:30连讲3场。
你看这样还能讲吗？但是奇妙在这里，哎呀，完了之后我几乎要落泪向主说，主啊，你不误事啊。哎呀，结果呢就三场福音哦，啊，本来两场追加一场，三场福音竟然受尽是他们那里创的历史记录啊。啊，虽然还没有创我自己的记录啊，但是呢创了他们那个记录，大家都很开心。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来的人啊是带着破碎的全人啊，完全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身体状况不行又感冒。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运用灵，灵就有追测不尽的丰富，灵就越过我们的限制和软弱。这真的是每一次经过我们就要敬拜主啊！不止这样，两天讲了七篇信息没有配答，哎呀，只有一个人，但是呢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也好不好啊？那最近几天也没有闲着啊，礼拜四飞到古晋啊，我跟我那人飞过去，而且很重要的啊，礼拜五啊有个早上一个很短的这个见面交通，有一位啊亲爱的师母安息了啊，我们呢给他的弟兄最好的安慰和鼓励。我想好多人认识他们，只要去过的啊就认识啊，他们爱主是榜样。哎呀，真是感人了。他们只有一句话，18个月啊生命过程只有一句话，感恩，没有怨言。基督徒啊，没有一件事需要我们发怨言的，我们总是啊无论如何我们做一个感谢主的人。他们是满了感恩，真是叫我们看见主里是有盼望的人，在主里就冲破一切的限制啊！飞过去昨天是昨天吧，前天晚上飞回来，昨天晚上到台南，这里我们有啊贵客迎门啊重要活动，我自己呢半年前就被预约了到台南呢、啊、去传了一场很重要的福音啊，这个是上一次那个福音的延续啊，讲啊天人合一的追寻与途径。哇，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是蛮有主的同在啊，特别当我一讲到没开始多久，隔壁旁边那里第二排就坐了一位穿着袈裟顶个光头的尼师尼姑坐在那里。哇，我的灵啊，我更加激动，而且他全程参与啊，非常投入啊。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灵能冲破一切的限制，冲破一切的软弱，让我们结束都要归荣耀给主啊。昨天回到这里，赶快把纲要整理好。这一整理啊，已经很晚了，不能讲啊，讲的让弟兄姊妹担心。不过无论怎样，感谢主，我们偶尔啊为主啊废寝忘食也是好的。平常要健康啊，要正常。好，无论怎样，神之于我们一切的故事，全都在于灵。来读读这重要的经节，主耶稣亲自说的。他说什么？他对谁说的？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说，哎，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所以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灵啊，在灵里。换句话说，灵以外都是绝缘体，都不能碰着神自己。这里的神乃是指着整个单一神父子灵，要敬拜这位是灵的神，必须用与他性质相同的灵来敬拜他。都好，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人里面有灵，等一下会给你看见啊。所有活物在地上的啊，除了人以外，你看狗可爱，猫可也是可爱，对不对呢？猴子真像人，像人不是人。你不要跟猴子称兄道弟啊，那你就吃亏了，对不对呢？因为他有聪明的可能啊，有感情的啊，记性也比我们特别好，闻味道比我们灵光，但是呢他只有魂。圣经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圣经说创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
特别强调里面是灵。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基督徒世界里缺少看见这个，而我们呢，看见谈的太多，以至于缺少注重这一个，这是两个矛盾。但是这是仇敌的诡计，你我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啊。好，所以啊，这里第二小点说，这话是教导撒玛利亚妇人，她需要用她的灵接触士灵的神，用她的灵接触士灵的神，就是什么？喝活水，这才是真正的敬拜神。弟兄姊妹，你我主说，你们啊，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喝地上所有的享受都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我所赐的水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还是个多数众江河来啊！你需要什么，它就是我们的供应。所以这个喝活水的故事，完全在灵中的故事，我们基督徒都能做这个见证。神与人一切的关系全都在于灵。看第二点，又是一个证明，摩西亚伦却伏伏在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再看一遍，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万人之什么？万人之什么？不是万人之智商的神啊，万人之情绪的神。你凭情绪走不远啊，靠智商搞不通啊，你完全不能，乃是神啊，万人之灵的神。所以我到神面前就要运用我的灵。说怎么运用灵？灵就是真。怎么运用真？祷告最灵，祷告就是用灵啊。你说我要操练我的脚，我的身体动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一动走路走3000步、5000步、20000步，就啊操练到身体了。但是呢，你要操练啊，这个魂，你就要去读书，你要去听音乐等等。但是你要操练灵吗？呼求主名，最短的祷告，然后再加上各种的祷告，这就是操练我们的灵。神不是一位属于人肉体的神，乃是属于他们什么样灵的神。所以万灵的父和肉身的父是相对的。我们出生是从肉身的父而来的，但是我重生是我们的灵由神而生，因此他是我们万灵的父。所以我们得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威力。哎呀，传福音看见人的改变啊，因为得着重生了，从父神而生。好，第二大点呢，就开始回头来强调。所以弟兄姊妹，神是灵我们懂了，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灵啊？我们有没有灵啊？问你这个话简直是侮辱，因为没有灵就等于畜生嘞，没有灵就等于啊猫狗嘞。不，我们啊是最尊贵的，但在人里面有灵。约伯记就这么说了啊。来，第二大点，我们人的灵在圣经里非常普遍的提及我们人的灵，但是许多基督教的教师却漏掉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还是啊这样。不止这样，有的甚至于啊，还蛮有名的，我也见过，还蛮有名的，就是他们不认识，甚至于不承认啊，灵跟魂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认为灵就是魂，魂就是灵，混淆不清，这是失痛啊，这会误啊，耽误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认识主的话是我们真正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个灵怎么来的？
第一终点再一次重复啊，灵的来源，人的灵的来源乃是借着神的创造。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用了几种材料啊？神用了两种材料。第一种材料叫做泥土，对不对？神用什么造我们？泥土。你听得不高兴，你说不，神是用金子造的，怪怪的，你是金人吗？不是啊，神用银子造的也不对啊。你说我是钢铁人，那是卡通，对不对？不是，那你是什么人？是泥土造的。如果不信的话，回去搓一搓，一搓就证明人是泥土造的了。哎呀，人一过世以后没有多久就回到泥土了啊，泥土归给泥土。所以一面说人是泥土造的，这是最合科学啊，对不对呢？但另外一面呢，泥土造，哎，虽然呢猫狗也是，但是人造的时候，神特别向人吹了一口气，啊，向人吹了一口生命之气。哎，有的基督徒又混淆了，哦，所以我一造就得救了，哎，神吹口气。这又是真理不清楚了啊！这一口气从神而来，但不是神的自己，对不对？到了主耶稣死而复活，成为可进入的神的时候，他又向我们这些信的人吹另外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口气才是完成了神造人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叫他活过来，第二个目标就是成为活的魂，第二个目标叫人吃生命树。当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人必须重生。这一点好多人不清楚，以为啊，重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败坏了，所以需要蒙拯救重生。救赎是因为我们败坏，重生是神原初的愿望。神要我们在人的生命之外，再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这是永世的计划，清楚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啊，生命之气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怎么样？活的魂啊，这个人成为活的魂，但生命的气成为魂人里面的灵。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七节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用两种材料来创造人，一种是地上的尘土，一种是从神从他自己所呼出的生命之气，使人成为活的魂。第二，吹进人身体的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结果使人成为活的魂啊！这个圣经里记载，这里我没有写的都写进去。人的灵是人里面的器官，使人能够有一个功用，能接触神，能接受神，能重装神，并且将神接受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和一切。弟兄姊妹，所以啊，只有人知道要敬拜神。人有这个需要，所以要敬拜神。没有看过猫狗或聪明如猴子的去盖个庙，去啊弄个偶像来拜，没有这个行为啊，没有这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需要。但人啊，无论他认识有多少，从啊这个各种文明国度到啊这个落后国家，所以只要人所在的地方，他们都要拜。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灵，当然我们要拜，而且我们要拜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三小点一起读，但是吹在人鼻孔里的生命之气并不是神永远的生命，也不是神的灵，因为主在复活那一天将圣灵吹到门徒里面之前，人并没有得着神的灵。所以自从我们主吹那一口气，你我一信，我们就与主二灵调成一灵。然而因为人的灵是出于神的生命之气，所以啊，神的灵啊与神的灵的性质啊非常的接近，因此神的灵与人的灵之间能够互相啊传导过电啊，就是互相能够过电啊，也能够接触神而与神是一。
这个是基本的真理。从创造，神就帮我们安装了灵来与神互动。神与人一切的故事起于人有灵，神是灵。到第二点，第二个题目，第二个第二大点呢，是啊，第二终点，对不起，是啊，整本圣经最庞大的一句话，宣告人灵的价值，人灵与天地同等啊，并重。来读读看啊，应该很熟了。来，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当人神强到人的时候，特别标榜人里面的灵。这个我可以快一点，我知道大家都很熟。在他的创造里造了三个极其关键同等重要的东西，天地和人，人的灵。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而人呢是为着神。没有找到神，人生的奥秘不能解开。人最重要的部分是灵，因为人的灵是人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神进到人里面之处，这也就是战略要点。我们若误失这个点，就错失了目标。所以这一次我讲天人合一的追寻，哎呀，重点是历代所有哲学家他们追寻了半天，遗憾的就是没有道路啊，只有道理啊。但是主一来就宣告，我就是道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好，第三焦点说，就像电一样，虽然已经安装到这个建筑物里面了，但是呢，建筑物里面的电，你如何来应用呢？啊，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开关。收音机有一个接受器，让无线电波能够进来的关键点，这样神进到人里面的关键点中心点是什么？人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要知道人有灵，要做一个注意灵的人。底下就是有趣的说了啊，所有其他的活物只有魂没有灵啊，唯独我们人有灵。狗有魂，所以狗很可爱，对不对？狗是永远是人最好的朋友，不过还是小心一点，不小心偶尔它还会啊狂，还会咬人。我们亲爱的刘志成弟兄啊，我以前常跟他出去开展，我们半年呢、把全台湾跑了72趟，绕了17圈呢、他是个医生啊，他什么都很刚强，只有一个时候软弱，叫做看到狗的时候，看到狗就光红妞，光红妞就叫光红弟兄啊，赶快要他狗跟他之间要有我中保。原因何在？因为他从小时候曾经有一只狼狗呼跟他那么一扑过来一咬啊，一辈子看到狗就怕啊。那啊，这个事实上，就是狗也不好惹。因为狗没有良心的，咬过你以后绝对不会跟你说 I'm sorry， 对不起啊，因为它没有这个装置，它只是一时抓狂，所以啊，你还得小心，因为狗只有魂，狗没有灵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是名人了 他家里养好多狗。我看他最爱的就是狗，那狗死的时候啊，哎呀，他如上考妣啊，他没有他，哇，他狗死，他是死还把它烧成灰啊，还弄那个骨灰盆啊，放在床头啊，他带我们夫妇去参观的时候，还介绍给我们看，哎，我都来不及跟他真理讲多一点，否则就告诉他那个不需要啊。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狗有魂，狗没有灵。猴子很聪明，因为猴子有魂，但是猴子没有灵。所以你没有看过一些小猴子，小猴子立起偶像庙里来膜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你说有，我们那训练出来的狗会，训练出来的猫会，那是训练出来的。过就像训练它吃西餐，人不看它就不吃了啊，那是表演，而不是真实的需要。好，没有任何的动物啊敬拜什么东西，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是开化的或者是野蛮的，都有所敬拜，因为他们有一个敬拜的灵，
人里面有灵，使人与众不同，有这个需要。你有胃，所以需要吃；你有肺，所以需要呼吸；你有灵，所以需要拜。但是你要拜对的对象。人里面有灵，使人与众不同。狗没有这个，猫没有这个，唯独人有这样的灵。阿们吧。所以这里的经节一再给你看见，我们的灵，我们人里面的灵，你要注重它。底下这一段呢、啊、更精彩，这一段尼弟兄啊只有曾经解过，因为啊圣经的希腊文是有时态的，有现在式、过去式，还有现在完成式等等。底下这一段你注意啊，他原来啊和合本就是很笼统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记得吧？但原文不是这样，他说原文是啊，我心尊主为大，因为我的灵曾经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不同啊啊，心为大，怎么为什么心为以主为大？因为我的灵啊曾经在主里面享受。当你遇见神享受神，你的心就敬畏神，你就会尽功用彰显神。这段话读读看好不好？来，玛利亚说，我魂尊主为大，我灵曾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看动词是时态，是现在的，我心尊主为大，为什么呢？我灵曾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是一个完成时态。好，首先我的灵以神为乐，然后呢我的魂就能尊主为大。记得灵在先，魂在后。来，一起读下去，灵已经以神为乐了，然后魂就尊主为大，这是两件事。以神为乐就是在灵与神有交通，尊主为大就是用我们的魂彰显主。这就是圣经说的，吃主的要因主活着。为什么要晨晨复兴，早上起来用灵来接受圣灵的话，来祷告他，来充满，然后呢整天就啊自动自发的，自自然然的，我们的魂的决定，我们魂的爱好都能够尊主为大，都能够荣耀主，说话照着灵就满了主的供应。好，我们必须在灵里与主有交通，并且在魂里彰显主。首先我们与他有交通，然后我们彰显他，我们先以他为乐，然后就尊他为大。我们以他为乐，尊他为大，就自自然然的啊。好，我们在我们的灵里以他为乐，并且用我们的魂尊他为大。来，第三小点一起读，用我们的缜密的心思来读。来，这两个器官是为着两种用处，你若要接触主，就必须用你的人灵；你若要彰显主，就必须用你的魂。我的灵以神为乐，我的魂尊主为大。所以我们诚心，我们享受，我们追求，我们灵啊在灵里被主泡透，然后到了深研的时候，我怎么样？我不止凭灵，我还用我的心思，对不对呢？讲清楚的话，灵来使用心思，来支配心思，来说话。当你说的时候，人就啊，哎，你说的是话，人碰着的是灵，人得着的是生命的供应。这就是尼弟兄啊最厉害，叫好多基督徒开启的地方。尼弟兄说，我们呢、啊，神话语的执事啊，你必须让你的灵出去。为什么？底下马上就会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灵已经与主的灵怎么样，二灵调成一灵了，两个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你的灵出去的时候，来，请两位弟兄，来，我的贤牛上来吧，啊，再像林福弟兄，你们来，两个年轻一点了、啊，哎，不过不要看贤牛的年轻弟兄啊，他做阿公了啦。有一次他全家三代一起啊，我们到欧洲啊，原来是阿公啊，我还以为你看这个这么年轻，刚结婚嘞。好，这样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等一下你会读到，先看一幅图画再看。当我们啊还没有信主以前啊，这就是主赐生命的灵的预表啊。我里面有灵，在我没有信主以前呢、啊，我的灵是
死的，我凭着魂，凭着自己过生活。有一天我听到主的救恩，我就呼，不要忘，你就是赐生命的灵哦。他呼求主名，你要有作用哦。来，你呼求主名，来，主耶稣，不能 A 呀，不能 A， 再来一次，来，哦，主耶稣，缠上去，对了。这一喊啊，哇，这是不得了的喊呢，恶灵就成为一灵，哎呀，神是灵，我有灵，当我信的时候就信入他了，他就进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好了，再喊一次，来啊，哦，主耶稣，哎，我相信你，我爱你，你又说这就变成我们的灵丈夫，哎啊，这灵丈夫你看又分开了，这个分开不合真理啊，不过怕他们俩冒汗，只好先分开啊！但是好，先不要分开，你就从后面抱好不好？后面抱啊，这两个你以后啊，两个就永远不再相离了。你要知道，主一进来就不出去了，主一增加就不会减少了。对，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主的救恩叫做完全的救恩。主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不要因为不是因为你今天不乖我就离你而去，不会，我会在里面默然，会在里面忧闷，在里面忧伤，但是我永远不弃绝你啊，我用慈神爱所绑住你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慢慢操练灵出来了，我们知道哇我有灵，更注意底下就是说我的灵啊已经发生不一样了，我重生了，我得救了，这次生命的灵跟我二灵怎么样，重为一灵，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一灵，便是成为一灵，弟兄姊妹要朗朗上口啊，这就是最宝贝的话。好，那现在呢尼弟兄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要破碎，外面不要有障碍，灵要出来，你只能啊让你的灵顺服你，所以圣经说，保罗说，伸言者的灵，先知的灵顺服先知，顺服伸言者，所以我只能运用我的灵，我说话就用灵推出他的话，我用灵推出啊，你说神爱世人，来说，神爱世人，信主的有永生，主的有永生，请你啊，本来这个啊是懵懂的朋友，这在那里就好啊，听着听着突然这句话就起作用了，来再来一次，神爱世人，信主的得重生，哇这一讲啊，听啊听啊，哇动作好快啊，对，的确的属灵的奥秘都是一刹那之间的啊，他说的是话，用的是灵，他听见的是话，碰着的是灵，是他的灵，但奇妙他得着是永远的生命，因为他的灵与主的灵怎么样，二灵成为一灵，所以啊他所得着的好像是他的灵，事实上是主的灵，谢谢，请平安的回去坐啊，所以啊感谢主，你若是看见这幅图画，那这边信息啊就可以值回票价了，从此以后你不要小看，你若是还没有信主重生不要紧，立刻处理，立刻办手续，立刻你就移民成功了，立刻主就进来了，那你若进来了千万不要把它关到冰箱里去，把它 frozen 起来，对不对呢，不，我们要天天眺望我的灵，又是保罗的话，所以将来好多话我们要重复来看，我要把我的灵如何眺望起来，让我的灵是兴旺的灵啊，灵是复兴的灵，阿们吧，好多基督徒啊慢慢老了啊，老旧了啊，这个老啊不能是老旧的老，必须是老练的老啊，老旧要如何眺望起来，有的人啊慢慢的看起来就已经啊老态了啊，这时候就需要主再重新的眺望我们的灵，来请我们来看到哪里了，第四终点，对不对，第四终点呢就告诉你啊，我们神造给我们的三部分的人，人有三部分，好清楚，你知道好，有一个很大的一派基督徒啊，他们不能接受也不信人有三部分，我跟他们也认识也互动过，不能不接受，
所以啊，就谈不上做属灵的人，更谈不上灵与魂分开，好像这些圣经的话都作废了一样。弟兄姊妹，你我底下的话要慎思明辨，好不好？来，第四重点说什么？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我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责指摘。这里说愿你们的灵加上与魂与身子，换句话说，灵魂身子是可以分开的，用两个连接词连接三件事。底下他说啊，他说怎么样？魂啊，灵与魂与身子。好，第一小点说，这话有力的指明人有几部分，你有几部分？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很奇妙，对不对？身体不得了，身体让我们能够接触物质的世界，享受物质的文明，对不对呢？魂让我们享受啊精神世界，享受精神文明，文学也好，诗词歌赋也好，歌曲也好，这些都是魂的享受。但这两样越享受，你就发觉圣经的话又应验了，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对不对呢？怎么唱还是唱不出啊里面的满足，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没有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的灵。好，所以第一小点，这话有力的证明，刚刚读过没有？灵魂与身，人有三部分，一起读，灵魂与身体。灵是我们最深的部分，是里面的器官，有神的知觉，使我们能接触神。魂呢，是我们的自己，介于我们的灵与体之间，有自己的知觉，使我们有个格。体呢，是我们外在的部分，是在外在的器官，有世界的知觉，使我们能接触物质的世界，非常清楚。但是今天好多人都自废武功，忘了有一个最宝贝的灵要操练。所以绝不要以为，哎，绝不要以为灵就是魂，所以灵魂的分开是基督徒啊长进的另外一个境界，不要混淆，魂就是灵。有些基督教教师啊，灵与魂都把它当作说它是同义词，然而在贴前五章这段话明明的指明，两者不是同义词。阿爸们，因为两者之间有连接词，灵与魂与身子啊，连出三样的东西。所以第四小点这时候读就更明白了。第四小点说什么？魂与体不同，灵与魂不同，神进到我们的灵里，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魂里，最后从魂扩展到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全然得以圣别。先是神工作的原则，从中心到圆周；撒旦工作的原则，从外围攻进去。所以撒旦第一个叫你外面吃了一个不对的东西，所以整个人就败坏了。神的拯救是直接到里面，与你的灵成为一灵，这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神人调和。哇！所以我最近呢讲天人合一啊，越讲啊越有力劲儿，越有劲儿。啊，昨天真的是觉得哇，越讲越觉得这真的是只此一家，这个美好的目标只有主的话能带我们达到。好，第五重点说，来这一段说什么呢？可以，主还有一个盼望，把灵和魂要分开，这个是长进的另外一个标，真难。好多人呢、啊，到现在还是啊，还是蒙蒙叉叉啊，还是啊糊里糊涂。来读读看，把魂从灵分开，读读这个希伯来书，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刺入甚至剖开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哇，这一节我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但是呢，哎呀，被他转两转了，就转糊涂掉了。弟兄姊妹，你糊涂了没有？至少你要对主的话说阿们。哦，原来灵与魂就好像骨节与骨髓啊，骨节就是外面硬的壳骨头，但骨头敲开里面有骨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骨髓啊？我特别吃鸡肉，鸡腿啊，鸡呀、啊，每一次煮很熟的，鸡腿啊，那骨头里面啊，骨髓啊，哎，骨髓肥油嘛，啊，你把它咬开，那骨髓特别好吃啊，哎，那么所以啊，那骨髓就预表我们的灵，啊，骨节和骨髓要分开，多困难了、啊，你要敲开骨头一样，我们呢、啊，灵与魂要分开。人的破碎，灵才能自由的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小点，骨髓骨节是一个骨一些骨头，而这些骨头呢里面有骨髓，骨髓包含了并深藏在骨头里面，但完全与骨头不同。就的物质来讲，听说骨髓，哎，医生，你骨髓是不是造血的地方？哎，他点头了，还好我听到的资讯不是假的啊。哎，这个骨髓是啊，造血的地方，换句话说是生命的源头啊，啊，生命的源头。那灵就是生命的源头，就把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经的预表啊，都是这么缜密，这么说服人。所以骨髓包含并深藏在骨头里面，但完全与骨头不同。好，骨头好比是魂，灵好比是骨髓，灵深藏并包含在魂里，所以魂能够与灵分开，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再进一步，灵与魂分开。我用灵来使用我的魂啊，这个用灵，当你应用灵来使用魂的时候，那个心思更清明，很特别，发表更好。恩赐是在灵里，所以你一定说为主说话要有临时的口才，不是凭着预备，不是凭着稿子，乃是临时的口才。好，再往下去啊，就给你看见这一段在讲什么，我们人的灵啊，我们的人的灵呢跟主的灵什么关系。底下这一段更重要，第六啊，说到我们的灵已经不再是单独的灵了，因为我重生了，就像贤牛弟兄刚刚的表演，对不对？那一声的呼喊产生惊天动地呀、啊！啊、大喜信息惊天动地呀、啊！神愿与人住在一起啊！从此以后，主就住在里面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就称作调和的灵，恶灵调成一灵，恶命连成一命。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天人合一。有道理没道路，主说我就是道路，主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主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你喊呼喊主名的时候，那灵的气就吹到我们里面，从此以后就完成了这个安装的工作。所以现在要找主到哪里找啊？啊，要找主在哪里找啊？主在哪里？不必天上阴间寻你啊，怎么灵灵接触毫无距离，一回灵里就得见你，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哎呀，这底下这段话要好好享受啊，来一起读，调和的灵，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主与谁同在？与我的灵同在。主与你的什么同在？不要说，哎呦，我的心思很强，我与我的心思同在。抱歉，绝缘体。我情感很热情，与我的情感同在。抱歉，发肉体，对不对呢？你要知道，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你如何与主同在呢？呼求主名，回到灵里。哎呀，弟兄姊妹，经过这几天呢、啊，灵的成全以后，至少让你啊，从今以后喜欢一想起来就呼喊主名，主啊，我爱你，主啊，谢谢你，你是那灵住在我里面。这样的诗歌好几百首，因为这是2000年历史被忽略的，这是神要攻城略地拿回来的关键。阿们吧，阿们。主恢复，重点就是恢复灵。好，底下。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第一小点啊，弟兄们来，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就是再清楚明确不过啦。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哈利路亚，永远不要忘记，基督是在我们灵里的赐生命之灵，哈利路亚，不要忘记。半夜醒来被摇醒了，有没有灵？你马上跳起来要说我有灵。主在哪里？在我灵里，不是在灵，在我灵里啊！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你啊，今天晚上把太太摇醒，哎，主在哪里？他必须说啊，他在我的灵里。如果没有，这篇信息就是失败的啊！回去做个实验好吗？哎，那如果他不止没有，还刮你一巴掌，你怎么半夜吵我？那真的是啊，灵花分了啊，花分。我们啊，人人都灵啊，眺望啊。第二小点说什么？姊妹，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再一遍，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二灵连成一灵，对不对呢？你就说过，整本圣经事实上就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大灵，第二个是小灵。大灵英文是大 S， 小灵是小 S。在台湾大 S 小 S， 讲了人家不清楚，以为是在讲电影明星啊。不啊，神的灵与人的灵，二灵调成一灵。到末了翻译圣经的人啊，你们将来都会读到翻译圣经翻到啊这个灵的时候，不知道该写大写还是小写。翻译圣经的人突然间茫然了，这里到底该写大写还是小写？写小写好像不完全，写大写好像也不完全对，那到底对不对？都对，但最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呢，它就是调和的灵，又有神的灵，又有人的灵，因为与主调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着基督今天是赐生命的灵，而我们有一个内里的部分，就是人的灵，而所以这二灵就来在一起，调成一个灵。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会到末了讲那么多真理之后，一再提醒我们照着灵生活行动，照着灵穿着，照着灵行事为人，重点80%照着灵说话，言语若完全就是完全人。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说话？我们基督徒在主会幕里要不要说话？哎呀，真是很累，对不对？我们呢，这信主要说话，但是不累，因为神是说话的神，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哑巴。我们以前拜哑巴偶像，所以不说话是可以。现在神是说话的神，你我要不要说话？要为主说话。我们有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但也没有乱说话的自由。我们要照着调和的灵说话，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快点，第三小点说什么？一起，凡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现在我们有一个调和的灵，因着这二灵调和为一，所以很难讲这灵是圣灵还是人的灵。故此保罗罗马书8:4告诉我们什么？要照着灵而行。我们只该照着圣灵啊，他说我们不只该照着圣灵，也不只该照着人的灵，乃是照着调和的灵而行。现在圣灵与人的灵调和为一了。这就一再重复，重复到你说哦，我快要从鼻孔喷出来了。哎，主说差不多了啊，要烙印在我们里面。所以尼弟兄才会说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肉身的瓦器有灵，灵里面有宝贝，所以我要让我的灵出来，宝贝就跟着出来啊，人就得着益处。喜不喜乐啊？累不累啊？不累。哎，用对器官就不累啊。好，第五小点了，姊妹们你们来读啊。第五小点说什么？哎，站起来读吧，站起来，振作振作来。在这地上，在这宇宙中有一个中心点，在此基督这赐生命的灵与我们成为一。现今我们要照着这奇妙调和的灵而行。秘诀在这，请坐。今天我们要学会，好，我们若要认识
经历并享受这次生命的灵，就必须认识我们人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的灵如此具有战略地位。我们人的灵是我们人的中心，也是我们接触主唯一的器官。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能与主是一。弟兄姊妹，阿们吧。这就是从这么多经节给你们看见，主说我们人的灵今天有个特点，已经与主的灵调和成为一灵，这叫做重生。到底下第三大点就只强调一个点，这就是我们今天万能的钥匙 Master Key。 我们都知道，我们住旅馆的时候，或者一个大管家，他一把钥匙可以开所有的门啊。你要知道，主有好多宝藏，叫做追测不尽的丰富。马上有好多弟兄姊妹还要到以色列去啊！以色列有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你要进到所有房间，勘察、享受、支取这一切的国宝，这一切的丰富，你要有一个 master key， 有一个主宰万能的主控钥匙。阿们吧。听说故宫博物院啊，它展览的不过千分之一是吧？它还有追测不尽的丰富，都在后面小房间里，都有空调的房间。你若是有 master key， 你就可以享受尽一切啊，外面地上虚空的谷物，对不对呢？但是我们若是有这一把钥匙，我们就能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啊，叫我们歌中之歌满足的宝物。来读读这个万能钥匙，读完带回家，读完不要留给我啊，不要留在书上。来，第三大点说什么？人的灵是经历基督一切丰富的万能钥匙 ，Master Key， 主控钥匙。怎么翻才好？反正我喜欢万能钥匙啊，都可以开。弟兄姊妹，真的主的话很深，有时候不懂没关系，用灵就好，用灵来画叉，是灵的话，就是还没有懂，不懂也能吸取营养啊。我可以说我不懂，我绝对不说我不信。这是李渊如姊妹最棒的祷告，记得吧？李渊如姊妹啊，本来是做孝监的，哎呀，专门还管人家信仰，所有信的四十几本圣经被他收集，把他烧掉。有一天他自己信了。信了以后，他对主的话还是将懂非懂，常常有不信的，他就跪下一个祷告。他说，他后来就成为倪弟兄最好的信息的润饰者，文笔非常好，127首啊，就是他写的。他跪下祷告一句话：主啊，让我对你的话完全能信得来。奇妙，这个一祷告完，一站起来，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不信的。只有不懂的，不懂将来会懂，不信你有麻烦，因为这叫不信的恶心。真的，主的话，我们的万能钥匙就是在于灵，一祷告通了。来，请我们来读读底下只有一个重点，好不好？第一个重点说什么？人的灵如同钥匙。那底下就可以快一点了，我来读一下。我们为什么强调圣灵与人的灵之间的不同呢？因为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认识内住的灵，或者说不晓得人的灵啊，请听啊，不晓得人的灵就是圣灵的居所，圣灵的殿呐。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灵已经调和成为一灵了。永远记得仙牛弟兄跟灵福弟兄的表演啊，二灵已经调成一灵了，这是一个荣耀的事实。第二，这真可惜，就是这真是可惜，就是神有神经纶的目标，而许多基督徒偏离了这个目标，就像一栋房子因着钥匙不见了，就不得其门而入。你有没有钥匙忘了带的经验呢？或者钥匙不见了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的次数越多，对不对呢？钥匙不见，那真是苦恼。到末了，只好再去找什么锁匠再来打钥匙，好辛苦啊！弟兄姊妹，你的钥匙保留好啊！啊，钥匙很重要啊！小小钥匙是带来无尽的享受啊！啊，第三。
来，这一点呢、啊、很好，来读读看啊，一起读。只有钥匙会为我们打开房间，使我们能享受房子里的一切。历代以来，仇敌将钥匙遮蔽了。这钥匙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灵是圣灵的居所，以及我们人的灵与奇妙的灵是一。哦，原来我们的钥匙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是成为一个。来，把这一段读一下，好不好？啊，就是怎么样？这钥匙是什么？开始一起来，一起。这钥匙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灵是圣灵的居所，以及我们人的灵与奇妙的圣灵是一。哎，让他难忘一下。我们两位两位啊，把这段话导读一下。来，一分钟。来，来，两位两位啊，哦。这钥匙是什么？这钥匙就是我们人的灵是圣灵的居所，以及我们的人的灵与奇妙的奇妙的圣灵是一。我们的人好，再一起宣告一遍，来，这钥匙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灵是圣灵的居所，以及我们人的灵与奇妙的圣灵是一。所以我们只负责带我们的灵，不要丢了我们的灵，不要忘了神的灵再也不会离开了，他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所以他叫以马内利。第四小点说什么？神的话是活的，是锐利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将灵与灵刺入剖开。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啊，了解圣经为什么写这些话，又为什么写在希伯来书里。后来他发觉了，他说主已经把理由向我启示了，因为希伯来书啊，专门激励我们做一件事，叫我们脱离旷野进入美地。我们都知道旧约是图画，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旧约的旷野就是魂的旷野，美地就是灵的包罗万有的基督，而埃及就是肉体的日子。我们脱离肉体的生活，进到旷野啊，凭着魂还不够，还要进到美地享受丰富。所以他说主启示给我，希伯来书乃是激励我们从旷野往前进入美地，从漂流的阶段进到包罗万有的基督里安息的阶段。所以啊，哎，在座去过以色列的再举手一下，去过的举手啊，好了，没去过也不要难过，因为你有属天的以色列。去过的我已经去八次了，要来第九次啊！我去过以后，我要常常被提醒，主啊，那还是物质的预表，我要天天享受属天的美地。好，第六小点说，那时候希伯来基督徒濒临呢、啊，从基督漂流到犹太教的危险，就是倒退路了啊，倒回去以前的宗教生涯。但这时候主就做了一个启示和拯救，就像回到埃及地一样，他们已经蒙拯救脱离了犹太教，要进入安息的美地，但他们却徘徊在犹太教与基督之间呢。所以写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包罗万有的生命和安息，竭力越过漂流的阶段。所以不能活在魂里，要魂与灵分开，要用灵运用我们的魂，不要让你的情绪掌权，也不要让你的思想掌权。有人晚上一思想就不要睡了，但是你我要让灵掌权啊！所以希伯来书的目的。那今天请我们再读读第八小点啊，他又有一个比喻了，至圣所，圣所外院子。来，今天我们人的灵就是至圣所，圣殿的三部分相当于人的三部分，身体、灵魂。圣殿最里面的部分
是至圣所所表明的，我们全人最里面的部分就是人的灵。所以你看，从刚刚的旷野啊，不，这个什么埃及地、旷野和迦南美地，灵魂体的预表一样啊，外院子啊，圣所、至圣所，又是肉体、魂和灵的预表。神是一再的预表，要我们进到灵里享受丰富。接下去就告诉你，进到灵里享受丰富的境界。他说不仅如此，我们必须非常清楚，今天这位三一神已经完成了一切经过过程，他完成了创造，完成了成了肉体来做人，在地上生活与苦难经过过程，他已经进到死里为我们钉十字架，通过了死已经复活升天登上宝座。这次我们到以色列啊，经常应该会去看呢、啊、主耶稣的墓园。但这个墓园看得最痛快的，就是地上的墓园去了都带着哀伤哀戚，只有他的墓园写了一句话：他已经不在，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所以你不要想去啊，迎可以迎佛牙，迎不到主牙。主牙也升天了，懂我的意思吧？哈，迎佛牙、迎佛骨什么啊啊，舍利子，主耶稣没有留舍利子，因为他完全复活了，全人类死亡率100%，唯独有一位，他是神来成为人，他说他死了，为我们处理所有难处，他复活了，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的救恩呐、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是真知道这个救恩，像我们的鱼妈妈说的，晚上睡觉也会笑啊！哎，鱼妈妈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你看这位鱼妈妈，她常常做一个见证，在家里孩子四个孩子那时候都在美国啊，每次打电话回来就哭哭啼啼，妈你好孤单哦，妈妈说你不要这样乱哭啊，我每天晚上啊连睡觉都会笑啊，因为主与我同在啊。痛快啊，每一次我讲这句话就棒啊，因为主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十点说，奇妙的三一神已经成就了一切了，这些实际如今都在圣灵里，而圣灵已经在哪里？进到我们的里面了。主要的点就是圣灵已经分赐到我们的人的灵里面，人的灵如今乃是神的居所，我们的灵乃是接受神并盛装神的器官。所以我们如果要接触这位奇妙的灵，各位要接触奇妙的灵怎么接触？就必须认识我的灵。你如果要与他取得联络，就必须知道他住在哪里。你要与神取得联络吗？你要与主的灵取得联络吗？他住在哪里？他的巷弄在哪里？他的住址，一句话，他的住址是我的灵，不必天上阴间找他，一回灵里就得见他，灵灵接触毫无距离。阿们吧，哎，不必仰天长啸，主啊你好遥远，不会，不必到阴间天上阴间找他，他已经住在你里面，电流安装在里面了，就直接喊主耶稣我好需要你，不必大声喊，他没有聋，他没有耳听耳背，对不对呢？他听得清楚，小声 whisper 啊，小声的呐喊，主耶稣我好需要你，真的，你这一喊，我有时候在车飞机上累，有时候真的累，等一下就要下去，就要三场要应付，好累，主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主啊，再一次越过我的软弱吧，等到我回头上飞机的时候，几乎眼泪要掉下来，主啊，又是一场神迹啊。啊，所以有人说，当你啊，哎，这个，当你经过什么什么沙漠地、旷野地啊，啊，什么泥泞地，很危险的时候，哎，发觉怎么搞的？本来啊，主与你同行啊，有啊两个足迹在那里，哪里知道等到你经过那些，哎，足迹只有一个，哦，原来是他抱着你走啊，对，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主怜悯我们。主喜欢越过我们的软弱。第十二，如果我们要接触这位奇妙的灵，就必须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灵，知道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我们的灵里。
好，第十三，一起读希伯来四章十二节，是为了激励我们竭力进入至圣所，进入我们的灵里。我们如果不知道怎样分辨我们的灵，就不知道今天主所居住的至圣所在哪里。所以啊，最后这一段很重要的结语说，神的经营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分赐到我们哪里？灵里。当我们能够分辨我们的灵，并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被主浸透、饱和并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所以但愿这篇信息能够给我们再有一个开启的眼光，看见经历神、经历基督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秘诀的秘诀中的秘诀就是我们人的灵，但是应该加一句，我们人重生的灵，也就是安装了属天电流的灯泡的开关，就是我们的灵。所以不必在天上阴间找主，一回灵里就得见主。你可以跟他很小声的说，主你还在吗？主啊，你听得到我祷告吗？主说，我比你更清楚了，你还没祷告我都听懂了，但你一祷告他更高兴。主啊，你知道我真需要你，主啊，你是我时刻的拯救，主啊，我爱你。主都听到了，主啊，我就是不会祷告，我的内心的仰望你都知道。主真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一回灵里就得见你，灵灵接触毫无距离。再把那一首诗歌再唱一下好吧？哪一首啊？补充本401啊。